我平常嘴巴很臭。臭到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开箱我的包包，里面有些东西是真的我的，然后有些东西是别人偷塞进去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猜猜看哪些东西是我的，哪些不是。首先这个对不起啦，我还没花掉五倍券，我知道4月30日之后过期，但是就是还没有花到，上面有台湾篮球，我非常喜欢，所以也是我一直留到现在的原因。这个就是一个随时可以租借的行动电源，很多地方都看得到，捷运站什么都有，非常好用。哦，哎，这个标志有没有？这绝对是我的吧？平常可以写一些祝福的话，然后去送给一些贵宾朋友，来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表演。这个的话，这个很特别，这是有一年我去冲绳跟老婆玩的时候，然后在那个礼品店看到，非常非常可爱。因为那时候就是看那个表演，然后最后海豚冲上来，就这样。对着前面尖叫，就觉得说我以后包包里面一定要放一个这个，来随时烦我身边的人。我不想听他们讲话，我就会说，他们就会停下来。哎，对，这边有一只伊布。如果有在看 PTT 宝可梦版的话，就会发现我以前是会在上面po文章的，大家可以去爬文一下。然后伊布完全吊打皮卡丘，主角应该换伊布来当。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充电线嘛，滑鼠，这个是。蘑菇精油因为可能是皮的包包啊，就会放一个精球在里面吸那个湿气啊。这个的话，这个这是因为我平常嘴巴很臭，所以需要喷一些口臭的。可以示范一下吗？是吧？那有什么问题？这样子口气就清新许多了。哇，这个是我的平常的雨伞，我其实也蛮喜欢库洛魔法使，最喜欢的角色是克鲁贝洛斯，小可。还有一些非常正常的，就钥匙啊、耳机啊。这个是因为我最近一直抱儿子，然后腰会痛，所以开出来的那种肌肉松弛的药。转接头、钱包，哎，要不要猜猜看这个是什么？这其实是明信片哦。这个是蚊虫咬的药，之前去拍鸟嘛，要到山上，很多小黑蚊经常被咬，就会准备一个这个在身上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包包的故事吗？哦，这个包包啊，这是有一次在台北西服工会的时候，为了要搭比较大地色的西装，所以就选了这个包。这样讲完以上，你有没有猜到哪些东西是我的，哪些不是我的呢？请在下方留言。好，答案准备揭晓。答案是这个全部都不是我的，这根本不是我的包包。让我解释，请让我解释。这个东西是我的经纪人的包包，所以我刚实在是很无法面对这个口臭喷雾是怎么回事。你有这个困扰是不是？全部都不是我的，当然里面有两个特别可爱的。这个是 L 台湾为我准备的，你有没有猜出来呢？想要看更多我的专访，可以追踪 L 台湾。这次这样，拜拜。